夏天来了，你知道凡人的四害怎么消灭吗？一，家里有老鼠，别着急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容器，倒入适量的大米，加入一勺蜂蜜，一勺白糖，挤一点洗衣液，最后倒入适量的白酒，将它搅拌均匀，把里面多余的白酒给倒出来，再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最后将它搅拌一下，放在老鼠经常出没的角落，家里的老鼠立马消除得干干净净。二，看见蟑螂不要打，这样会留下上百个虫卵。我们把香蕉皮剪碎，放入白糖，挤入洗洁精搅拌一下，把它放在蟑螂出没的地方，蟑螂来多少灭多少。三，夏天的苍蝇也越来越多，首先我们在碗中倒入橘子皮，加入一勺白糖，再倒入洗洁精，最后倒入清水，把它放在房间任何角落里，苍蝇来一个灭一个，整个夏天苍蝇都不会光顾你家了。四，把洋葱切成小丁，把它放进碗中，倒入白醋、花露水、清水，封上保鲜膜，扎几个小孔，把它放在客厅卫生间，这样连隔壁都不会有蚊子了。没学会建议点赞收藏，随时可以打开慢慢看。